看你错工呢，一定搁咧惊着无？好佳哉，医生已经替你检查过啊，你要其他所在受伤，干那红仔骨有空缺尔。云茹姐，你放心，医生已经替你消毒膏药啊，你真紧就会好啊，你莫烦恼哦。手工包的，手工包的，无啦，已经无代志啊啦，迄个病人已经互病人带走啊，袂搁伤害你啊，你放心啦。 大哥呢？你若想把核心安怎啦？啊，唔对，若讲拄较深的，还是看到别位，啊，看到我的疼痛脉，还是要安怎啦？我都袂伫咧遮呢。云茹姐，别讲啦，别讲啦，无代志，你莫阁想落去啊，已经无代志啊。云茹姐，你放心啦，已经无代志啊，莫阁想啊。无怪，你会感觉安尼。 就让我毛血病人惊到一个心脏，想要跳出来啊！对啊，韵如姐，我会记阿嬷有去给我一招哦，是无惊无代志，兄妹你入去，安尼替家己小惊，你就无代志啊，就袂惊好无？袂惊袂惊，哈！韵如姐，我先替你去办入院手续，啊，然后要一寡债转来给你好无？你等我啊！哈！ 你莫走了，你莫等我一个姐姐，啊，等你迄个人，若搁来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我袂晓，我无要食物件啦。玉茹姐，你听我讲，迄个病人已经去病房休困啊，伊袂阁死去爬爬走啊，所以你即马真安全，你放心，你相信我好无？哈、啊，嗯，来，你哦，先啉一寡茶，啊，等我转来。 办完手术，等我上顿来，好不？嗯。广告简讯，我这时阵传来给我吓惊。 你去眠床，哎，找你哦。真歹势呢，害你爹甲安尼，我有替你做检查，结果拢袂要紧啊。啊，你即马阁有倒位不爽快？我规身躯拢不爽快啦，恁这是啥物病啊？那互病人做出来安尼掠讲伤害人，是你照顾病人，还是你制造病人啊？真歹势啦，我甲你回信咧。 现在都做错事啦！啊，你病遐尼大，人遮尼济着，你敢若顾趁钱，拢无咧顾着人的安全。这确实是阮的问题啦，以后病啊会搁较注意安全的维护啦，维护即件代志搁发生啊。今仔日咯，毋知是我病理好，啊是恁病医运气好啦，病医若挂较深的。 你是要哪陪啊？林太太，你莫生气啦。我知啊，一定是你吼，顶世人有积德啦，好人有好报嘛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哦，天公伯保庇，有惊无险吗？啊，你的伤毋是最严重的，讲话搁较有元气，这表示哦。
我真要啦，我拄只帮咱吼，我讲你状况啊，医生吼讲你不要紧啦。我已经跟珊珊吼先过陪你啊啦，我代志吼处理完了，我就先过去啊。你莫惊吼，较等下我连咪到吼。为什么搞啊等？我拄只拄着就刚碰的代志，你紧来陪我。有啥物代志会比我更加重要？水某呀，你当然重要啊，我知影你去惊着啦。 啊，我嘛知影吼，你是足坚强、上勇敢的人。啊，都冤枉我，到迄阵工地时阵吼，无说你去伤着伊目睭啊。我即马等伊出来，袂人过来啦。袂当放伊一个伫边伊啊。较等下吼，我等下处理完了后，我着过陪你啊，好无？是冤枉，我是恁某呢。你啊，紧来陪我，毋则着。我即马嘛，家己一个人无人陪啊。我用叫珊珊吼先过陪你啊啦。 你的消息，我就想来看你。你的感觉安怎？敢袂疼？有较袂疼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朋友的关心是无够的，咱同款拢是查某人，你的心情我想了解。 伫个上脆弱、上艰苦，上需要翁婿伫个边仔照顾陪伴的时阵，你煞一个人孤孤单单伫个病房内底，这种的心情实在足稀微的。 要啉水嘛，无人照顾你。你敢知影，你翁婿这个时阵伫咧照顾什么人？伊伫陪伊的员工，伊的员工受伤啊。什么员工？ 你的亲戚是吴佳云的姐姐吴佳文，因两个姊妹仔感情足好诶，心机共款重。我看是吴佳云想要替伊儿子巴肚内底的囡仔找爸爸，才挑工，让吴佳文接近恁翁。 心不够，恁离婚啊！恁姊妹啊，将来就变同知影的，亲生嫁亲，我受着，就气结不平。
你跟吴小姐的目睭照入面是石灰，啊，而且具有这腐蚀性啊，啊，那呢？那安尼我目睭会安怎？啊，医生，我这个目睭内底有囡仔，我拜托你，请你坦白跟我讲，我目睭会有啥物状况？就算是上歹的结果，嘛，请你一定要让我知影。安尼，我这趟娘再替我的囡仔做拍算，我拜托你。上歹的状况就是失明。拄只检查报告应该出来啊，我去看卖啊，再来做进一步的评估。我的失明。看无，我连我家己的囡仔都还袂看得到，我要走。嘉文，拄只医生讲的吼，迄是上歹的状况啦，啊，这吼无一定是最后结果啊，啊，只要上重要的吼，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还佫治疗嘛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吼。吴嘉文。韵如，韵如，你这个狐狸精，竟然在遐叫苦嘞，又怪阮翁。咱的手，牵着一生的情妇。韵如，韵如，你这个狐狸精，竟然在遐叫苦嘞，又怪阮翁。韵如啊，你是在创啥啦？这话嘛，就受伤看袂着呢。你来当我袂怕人啦。伊受伤啊！这个袂计小查某受伤，你某徛伫遮嘛受伤，你拢无看着是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是不是目睭痴迷，还是你的心跳够急去啊？你上爱啊，差一下就无命。你竟然搁咧关心别个查某人？上亲的人，上需要你的时阵，竟然跟别个查某人在遐勾勾缠，你讲啊，你不要乱解释，你不要乱解释啊！哎呦，韵如，你看你是不是听我讲啦？我伫等内面，我解释清楚了嘛。治疗第一个时间，我靠保呐，问看你状况到底是安怎？我只是知影讲，你不要紧，啊，所以我唔才先伫遮。我不要紧，林志文。你是倒一个目睭看到我无要紧，我真要紧。我唔若空嘴流血，连我的心嘛，你流血你拢看袂着心。头家，又连了我的小弟甲小妹，俺阁临时找袂着因的人，所以送我来病院了后，只好留来陪我做检查。是的啦，我唔知影你嘛受伤啊，真正就是的。哈！吴嘉文，你五家的人，连演戏拢演这套尔吗？敢那会晓假？不是假好人，就是假可怜。吴嘉云，大家演给我看，我已经看了足神的呀。哎，韵如啊，嘉文是咱的员工啊，伊在咱公司上班，咱公司拢有义务照顾伊呐。伊不是，伊即马开始不是你的员工。世界建设，别给开除。韵如啊，你卖那么好无？先问下讲你是不是看你安尼做啦？就算讲你有，你嘛无理由安尼做啊。本来无理由，伊品质无好，私生活无检点，又怪你。我干那这几项，我都会当给开除啊。而且。连咱世界集团关系企业，对伊就是永不录用。韵如啊，你较讲理的好无？你来当有一个无影无只代志去糟蹋人啊？你讲伊无诱拐你，
你讲你无介哥哥弟，那安尼你就甲开除，证明给我看。林太太，你真正误会啊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，请你莫安尼侮辱我的人格，搁较唔通怀疑林昂对你的感情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伫喺我面头前，唔甘阮翁，你真正是未见笑到有春呢？吴嘉文，莫怪啦，你伫喺领导是二级，你的道行啊，比吴嘉云搁较悬。哎呦，韵如啊，你平常时你伫走去倒位啦？你较冷静的好无？即马拢是我唔对，我白目。我无应该甲伊讲，是甲受伤，是毋是安尼？玉如姐，玉如姐，你拄仔打电话给我，讲要来退公道，真是把我惊死啊啦！你阿公阁有伤呢，袂当伤激动啦。除非我死啦，啊若无，我哪有可能无激动？这个袂见笑的查某，嫁做伊痴迷，嫁到连志文结婚啊，有某有家庭。伊拢会当假作无看到，这件代志我若无处理好势，我无可能离开。哦，拜托的，你想伤济啊啦！我会当用我的体重甲你保证啊，嘉文甲志文哥，那有可能有啥物袂清袂楚的关系啦？袂晓假，当然无，把我都做好你听。我拄仔伫外口已经听到内底的声哦。我快点有人在问讲，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呢，韵如姐，你嘛是名媛，嘛是淑女啊！而且进前一场选举的时阵，要得人上媒体啊，嘛是被人拎出来去伫遮对人呛声，安对人家个错啊，很无好。好啦，咱先离开啦，这件代志以后再去讲啊，莫让外口遐无聊的人看笑话，行啦。好啦，行啦。吴嘉文，这件代志我无可能就安尼放你煞。以后若是搁予我看到你甲志文做伙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你嘛同款啊！韵如，嘉文啊，真实嘞啦！拄只韵如哦，无代无志，搁来咧拍，搁讲一挂伤你的话，你嘛放在心肝顶的呢，哈。应该会死的人是我，歹势啦，是我造成你的麻烦。等伊的情绪若较平静，你一定好好甲伊解释。啊，若无，我一世人心内拢袂得过。我的代志吼，是无遐尼重要啊。只要上重要吼，先甲你把酒吼医好，吼。玉如，安怎？嘉文不是省油的灯吧？这个吴嘉文真正有够袂见笑的，像我的翁搁拍死唔承认，连你的宝娜，白叔敢若食到伊的胡仔水替伊讲话，我气一下，差点甲伊绝交，我得甲赶走啊！我早就知影，这个查某人心思足够的，啊，不过安怎拢想袂到，伊取袂到正好，竟然甲脑筋动在恁翁的身上。王家的查某人真正有够恶毒的，林家的查甫人一个比一个搁较无路用，大兄都去予吴嘉云抢走去，即卖连志文嘛落落去吴嘉文的陷阱内面，真正要把我气死！你伫个遮其实嘛无路用，即摆上重要个，就是徐虎以后要安怎对付吴嘉文，莫阁予伊机会接上恁翁。讲到这我就生气，我叫志文甲洗头路，伊竟然唔肯，讲我无理由呢。我看根本就是伊唔甘。阿嘉文离职，阿唔简单。你有搁较好的办法？相信我，我爱为好我的账号，你要保护你的指纹，咱有共同的敌人。即卖吴嘉文是得势妥地讲，
绝对是无假。原来是你一个西人哦，韵如，我甲江文姐清清白白的，你莫听王彦希哦，伫咧背后我咧空吹无子啊。什么西人啊？林正文先生，你有听过无？无风不起浪这句话。什么无风不起浪啊？我看明明是你哦，兴风作浪啊！妍希啊，韵如真正是你的朋友，恁就应该和伊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唔是是你敢有在搬弄是非？我即马是甲韵如斗相共的，和伊看清楚，谁是伊的敌人，伊的红世敢有爱伊，和伊会当提早提防，伊才有法度好好啊过日子啊！我妍希你，林志文，你莫讲美妍希啊！你应该检讨你家己，唔是来支持我的朋友。韵如啊，我到底应该安怎讲哦？你才肯相信啊？我甲嘉文哦，真正是无安怎。我是公司的头家啊，员工受伤啊，公司当然会义务照顾因啊。安尼敢有唔对？那安尼你照顾伊的时阵，敢会家当作是员工，还是家当作一个会当互你动心的查某？韵如啊！你莫阁无理取闹我好无？你莫特别我甲你讲代志时阵，你就讲我无理取闹哦。我即摆立即甲你讲啦，我已经看到咱的未来。你会甲恁爸同款，娶二房。我，韵如啊，你又是我倒位去啊啦？林志文，你唔但是娶二房的，而且这个二房阁有一个对口红，你真正是我看过上厉害的查甫人，阁会买一送一。韵如。